想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再谈恋爱。钱这么靠谱的东西都还有假，何况人说的话呢？哎，你老拽裙子干嘛？你不知道裙子太短了危险。裙子太短虽然危险，但你长得安全啊。你长得安全啊。看我多大？看哪呀？年龄？看哪呀？往哪看呢？美女，你就是王阿姨介绍过来的吧？对呀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6。26，你属狗的吧？对呀。我属鸡，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鸡犬不宁，不合适吧？都是畜生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大郎，来，吃药。我怕是活不长了。大郎休这样说，吃药吧。我买个新棉袄，再带块大手表，我嘴上抹点油呀，假装过得好，谁也看不见。我天天吃泡面，过年回家可劲吹，我在外开火箭。怎么了？我回来的时候不小心把脚给崴了，老板。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来，拖拉我给你揉揉。怎么了，老板？怎么了，老板？对面的帅哥看过来，你是铁的菜，紧要霸占你的爱。呗，怎么了？我最近这双腿啊，老是瑟瑟发抖。我去医院看了，医生也说没啥大事儿，你给我破一破呗。手给我瞧瞧。你这毛病啊，是不是一出门就抖，一到家就不抖，越到年根底下越抖？你琢磨琢磨。好像是这么回事儿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呀，下回出门把裤子穿上，就不抖。